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西塔哈在第一象限，而且偏电西塔等于三，那么他问哈底下这些值哪一个最大？我们看 A 选项哈 ，A 选项的话，偏电哈二西塔，这可以呢，化成一减哦倍角公式嘛，我偏电西塔平方。啊，两倍的天正西塔，啊，所以这个多少呢？这个是一减掉那个三的平方啊，二乘三，所以这是负八分之二乘三，二十的八，所以四分之负三，我再小一点啊。好，啊那个 sin 哈，sin 二西塔。sin 二西塔等于多少呢？这个二西塔是在第二象限的，我就是说在一二象限的。那一二象限的话 ，sin 是正的，所以我们这个可以把它看成什么呢？看成是这个，y 啊除以 x 啊。啊，第二象限的话哈 ，y 坐标是正的 ，x 坐标是负的，哦，所以是负四分之三。啊，所以呢，这个的话，这个是等于 r 分之 y， 那 r 的话多少呢 ？s 平方加 y 平方开根号，所以说，这负四的平方加三的平方开根号是五，那 y 的话是多少 ？y 的话是三，这可以写成负四分之三，因为在第二象限嘛，第二象限的话 ，y 坐标是正的 ，x 坐标是负的，所以是等于多少？五分之三，那 c 的话 ，cosine 哈，二西塔等于多少？等于 r 分之 x，r 是五 ，x 的话负四，这是 x 分之 y，x 是负四，负四。好，那 cosine 西塔呢 ？cosine 西塔的话，我们就看天天西塔，天天西塔的话就可以把它写成。y 除以 x 嘛，在第一象限，所以哈 y 是 3，x 是1，那这是 r 分之 x， 就根号多少呢？一的平方加3的平方 ，x 是1，所以是根号十分之一啊。好，那哪个最大？哪个最大的话呢？就什么哈？就这两个做比较，因为这两个都是负的，那应该是这个比较大。所以答案应该选 B。